也特别多，也在今天特别加派了化学兵喷洒消毒药剂。消毒兵沿着街道仔细喷洒每一个角落。屏东加东乡羌园堆积一层楼高的淤泥已经清得差不多，不过原本因为在旁边的养殖渔业鱼食散落在街道上，两者在烈阳的曝晒下形成了一股臭味，当地卫生所担心会因此爆发疫情，连日来已经加派化学兵消毒了至少四趟。那你要等它清完再做消毒，它是有一个很潜在的危险，因为细菌它不等你，不会等你说清除完以后再跑出来吧，所以我们就靠着以重复的消毒方式来抑制细菌了。其实仔细看羌园街道上阻碍道路的淤泥是清了，但水沟依然堵塞，路边还随处可见小水洼，当地居民担心登革热疫情会一触即发。它很脏啊，蚊子很多啊，一样啊，蚊虫很多很多。你来的时候就叮到，有的比较那个没有抵抗力的就会啊。一身的积蓄全泡汤，家只剩下了四面墙，还来不及清理完，又要担心疫情感染，让灾民们是苦不堪言。中央新闻。